是我，在他们眼里那个我，想象中的那个我，仿佛这些都是真的我。屏幕不停在闪烁，亮着，就像一道道星光划过，再清楚感知这世界存在着。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？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？只有自己能决定未来如何收获。做我自己就不错，谁知道星光升起和陨落？谁听见自己心里的传说？我知道就算失落，只要我还是我，是最真实的自我。谁定义我是我？只有我自己能描摹。源自不平凡的花朵，总会有一天光芒闪烁。世界有多么辽阔，探索，难道你不是这样？在想象中又如何？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？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？只有自己能决定未来如何收获。做我自己就不错，最真实的自我。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？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？朝着梦想的方向，绝不轻易退缩。做我自己总不错，谁知道星光升起和自我。